不怕，不怕。护照，带卡，不，电话，电话很重要。哎，没有，没有什么坏习惯。老公也没有坏习惯，怎么办？啊，老公，坏习惯啊，真的没，爱吃宵夜。lip balm， 随身物品啊 ，Altimmune。我夸张的，我现在带到哪里，我看到一个痘痘，我就填上去。哎，婚戒不见得再买，老公，婚戒我这次拿去玩了。他很喜欢玩我的戒指 ，Ring around of roses， 他就会满满 ring， 对，而且他要拿出来的，对。